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20年7月8日，星期三。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6度到30度之间，最低温为14度到19度。长春晴，最高温29度，最低温16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开启的2020年全国高考。1071万考生昨天步入考场，迎来他们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北京近5万名考生走进132个考点参加高考。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早上7点过，考生们陆陆续续开始进入考点。所有考生和工作人员都要经过校门口的自动测温棚，如果体温高于37.3摄氏度，可在隔离区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经专业评估后安排在备用隔离考场考试。这个考点一共设标准考场22间，备用考场3间，将有400名考生在这里高考。以前的考场都是6×5，30个考生，今年呢是4×5，20个考生，考生之间的间距呢比较大，保持一个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距离。据介绍，每天上午和下午考试结束，都要对考场进行预防性消毒。每场考试开始前，还要确保考场开窗通风30分钟以上。与往年不同，今年北京的每一个考点都增设了一位防疫副主考，专门负责疫情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理。比如这个学生那个发烧了，或者呕吐了，或者是腹泻，我们联合学校的校医、主考、副主考，然后一起研判。他在做流行病学调查，看他是不是跟新冠疫情有关，如果有关的话，然后启用备用考场。根据国家卫健委印发的2020年高考防疫关键措施，考试过程中考生如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将转移到隔离考场考试。考生从普通考场转移到备用隔离考场所耽误的时间，经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批准予以补齐。为了确保2020年度全国高考顺利进行，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多措并举，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罪，严格落实校园安保措施，加强考点周边治安检查和隐患的整治，护航平安高考。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近期各地公安机关组织民警和治安积极分子30余万人次，对全国7000余个考点的周边治安复杂场所进行集中排查清理，派出6000余名民警进驻各级教育考试中心和高考联合指挥中心，强化考点出入口安全防范，科学划设安全控制区域，同时简化工作流程，对需要加急办理换领身份证的考生优先受理、优先质证，做到当日受理、审核、签发。截至目前，已为高考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11.3万余张。对利用互联网和无线考试作弊器材实施的各类涉考试犯罪活动，各地公安机关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破获刑事案件3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30余名，收缴无线考试作弊器材7000余件套。针对网上涉高考谣言信息、错误引导考生备考复习等情况，公安机关强化网上巡查，依法查处了一批散布高考谣言的网络自媒体账号，对严重扰乱考试秩序的谣言发布者依法予以严惩。每年一到高考期间，有不少宾馆酒店就会专门推出一种供考生备考的高考房。为了减少往返通行、交通拥堵等潜在的风险，考点附近的高考房往往是备受追捧。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今年有不少中高端酒店都开始力推高考房，甚至大大超过了往年高考房的主力舒适型、经济型酒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这是我们为考生准备的专属高考楼层，
还是专属的。对，这一层的话，我们就专门接待考生，其他的客人我们就不安排在这一层了。在北京市中心的这家酒店，记者见到了高考生的家长王女士。为了说服王女士尽快定下高考房，酒店的负责人亲自上阵讲解。挺满意的，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也看了不少酒店了。负责人告诉记者，酒店距离北师大附中考点不到500米，专门预留的高考房楼层目前已基本住满。可这一切的背后是酒店大幅的降价促销，消费者只要花去年一半的钱，就能住上和往年同款高考房。进入高考季，你像我们这个一房难求，基本上都在1000元以上。今年这个上半年，随着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价格会有所下浮，起价的话基本上是在599一个样子。旅游出行平台的统计显示，高考房带来了一定的市场回暖。今年高考期间，全国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了30%，在这其中，中高端酒店的增长更快。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家长们更愿意选择安心放心的这种产品，所以家长选择高星级酒店的产品是比较多的。在一些省份，高考恰逢汛期。据安徽省教育考试院通报，7号凌晨，安徽省歙县遭遇5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县城多处洪水上路，严重积水，道路受阻。截至7号上午9点，歙县考区、歙县中学、歙县二中两个高考考点，大部分考生均未进入考点，高考无法正常开始。经研究并报教育部，歙县考区原定7月7号语文、数学科目的考试延期举行，7月8号综合外语科目考试正常举行。再来关注我省高考的相关消息。受疫情影响，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延期一个月举行，这也是自2003年以来首次在7月举行的全国高考。早晨7点，考生凭借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进入考场首先要经过2次的体温检测正常之后才能进入安检区。8点整，考生们已经基本全部进入考场，准备开始第一科语文的考试。9点，考试正式开始。据了解，今年吉林省高考各类考生报名总人数为150,700人，全省共设60个考区、182个考点、5041个考场，其中还设置了隔离考场651个。全省教育、卫健、公安、保密、工信等部门共选派3万多人，在高考组织管理、疫情防控、试卷安全保密、打击考试作弊、电力保障、噪声防治以及考生集中食宿场所卫生安全等方面提供保障。仅公安部门就抽调12个警种，全力做好试卷运送、保管以及考点周边交通疏导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各考点还为考生提供了应急备用考场、防雨防晒、更衣室、医疗室等设施设备，为行动不便考生提供绿色通道。上午9点，6名考生家长代表来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通过大屏幕观看考场秩序和学生考试状态，能够见证他在考场里认真的答卷，然后我们也希望他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然后走上自己人生的第一步。现在这种大数据时代，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的这种模式，能让家长亲临现场看到孩子们真正的去考试，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试，我觉得特别对努力过的孩子特别的公正。在打击考试作弊、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方面，我省采取了多项措施，全省公安、教育等部门联合开展打击助考、替考以及销售作弊器材的专项行动，对考点实施全方位的无线电作弊信号侦测、压制和干扰，选聘400多名省派巡视员，重点检查考点、考场的考风考纪情况。考试结束后，省教育考试院将对考场监控录像进行全面回放检查。高考结束后，我们将立即进入评卷环节，预计将在7月26号左右公布考生成绩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2020年高考大幕昨天拉开，考场内学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社会各界守望相助，汇聚成一幅幅温馨动人的图景。一大早，长春市交警支队出动1000多名警力，在各个考点周边维护交通秩序，确保道路通畅。当天呢，长春交警是全警出动，那么总计我们现在在路面执勤的民警、协警一共是1369人，在各个考点周边呢，按照我们的这个行动部署呢，是1名科级干部带3名民警，在这个校门前进行这个执勤。那么在辐射的周边的小的这个街路，包括这个
必经的这个路线上，我们也设置了必要的警力。吉林市、四平等地交警在考场周边设立警戒标志，对周边道路交通进行疏导，保障交通秩序，维护考生安全。设置放伞，供那个方便那个考生家长休息。第二就是宣传告诫，流动经营、散发有广告的那个群众团体，离开学校周边。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家长们在烈日下翘首以盼，默默守候。许多家长目送孩子步入考场，既紧张又期待。祝愿孩子们吧，能够不负韶华，不忘初心，金榜题名。儿子加油，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我希望他沉着冷静，心地坦然一些。然后呢，妈妈希望他心中有丘壑吧，笔下做山河，取得好成绩。毕业班的老师们也守候在考场外，考试前老师还鼓励学生既要放松心态，又要敢于亮剑。孩子们已经通过了之前太多的努力和考验，祝福我们的孩子可以金榜题名，在今天的高考当中可以超水平发挥。在东北师大附中自由校区的考场外，志愿者们为考生和家长送水。东北师大附中 VC 志愿者协会的 VC 是胜利冠军的英文首字母开头，既有摘取桂冠之意。每年高考时都会组织学生志愿者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我高一的时候就参加了 VC 志愿者协会，那一年的时候我就参加了这个高考送水的活动。每年都是把自己手里的水送给别人嘛，然后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送给大家。然后今年是我接到了他们的祝福，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更有传承意味，然后也更有鼓励意味的一瓶水。今年松原、通化等地启动静音模式服务高考，成立专项整治巡查小组，加强环境噪声监管，为考生创造良好的高考环境。白城、北河口、吉安等地安排疾控专业人员入驻考点，指导疫情防控和全方位无死角消杀工作，做好对考生健康监测、评估、登记和排查工作。大安、辉南、蛟河等地还组织了高考爱心车队，考生可持准考证在城区免费搭乘爱心服务车。考场里，考生奋笔疾书，书写三年的努力。考场外，考生家长默默守候，用陪伴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我们再来看一看考场外一道道爱的陪考风景线。东北师大附中的老师们也在考场外与自己即将进入考场的学生们一一握手拥抱，用温暖的笑容为他们驱散紧张的情绪。随着考生们陆续入场，校门外的家长们却丝毫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很多家长表示，希望能用陪考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在考场内考得安心，知道父母就在校门外陪着他们。今年的孩子高考得很不容易，都经历了很多，复课的时间比较晚，对孩子们来说也是个考验，各方面心理方面都是考验，所以我们选择全程陪伴。我认为最起码是传递爱，而且是对孩子是一份支持和鼓励。吃饭啥的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回家吃。我在这家租的房子租了三年，今天中午给他做的那个四喜丸子。在陪考风景线中有一个特别的身影，今年76岁的刘大爷今天特意来陪孙女高考。我就来感受一下子吧，孩子参加高考这个过程。56年前吧，我也参加这个高考了，但是没有被录取上，所以我今天重新回忆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参加高考的时候吧，家长没人管。你等我儿参加高考呢，我骑着车带他去。现在参加高考呢，他们都住宾馆了。你看这条件变化多大呀！这就社会的发展的结果。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考生们也会怀念这段曾经咬牙坚持、努力奋斗的日子。高考是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做好防护，专心考试，青春无悔。考场外亮丽的陪考风景线中，记者还发现很多考生妈妈身穿旗袍或是红色的衣服来为孩子助阵，寓意旗开得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希望高中，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那可以看到呢，已经有一些考生在陆续进入考场了。那么这个考场呢，是设置了35个考点。那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向马路中间，这儿是高架桥下面，其实是一个这个家长休息的区域。那么其中我们其实观察到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一些女性的家长都穿了旗袍，让孩子旗开得胜，考得更好。
能考上一个自己心满意足的学校。我是吉林省孤儿学校的老师，我穿这身主要寓意是我们孩子都能开门红，马到成功，就是给我们孤儿孩子带来最大的幸运吧。对，希望孩子旗开得胜啊，取得好成绩。姐姐高考加油。一年一度的高考是莘莘学子十余年寒窗苦读的一次检阅，而这一天对于出租车司机袁辉来说，这也是另一种考试，因为他需要把考生平安准时地送达考场，而这已经是他热心送考的第21个年头。天还没亮，袁师傅就出发了。高考首日早上4点多，太阳刚刚探出头，路上的行人还不是很多，而此时袁师傅已经早早的起来擦拭着自己的爱车。今天他的任务是要到长春市兰家镇东道村接一名考生到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考试。这个东道村是在这个新光复路那边啊，所以说呢早上起来起来比较早，把车擦一擦干净干净，车干净，孩子我想他这个考试也能考得好。袁师傅从事出租车行业已经有34年的时间，而免费接送考生这件事儿，他已经坚持了21年。每年一到高考季，车队里的的哥的姐们就开始商量着主动放弃营运，免费接送考生。我每天拉300多块，哎，那也没有说我送一个考生做一个爱心，哎，做这么个事儿，他心里头高兴。就每年送完了一次这考生啊，就好像自己哎参加了一次高考，这确实这感受是不一样的。沿途走前进大街南四环，然后转到西部快速路走兰家方向。等红绿灯时，袁师傅又默默盘算了一遍去考生家的路线。高考不是普通的考试，袁师傅不敢出错。过了半个多小时，袁师傅到达考生家，比约定的时间早了25分钟。哦，你好，王先生，我是袁师傅，是我来接你家孩子上考场的，我现在已经到你家门前了。咱们随时可以出发。见到考生和家长后，家长王先生道出了自己的苦衷。他说自己家离市区较远，出租车很少来，只有公交经过，可是高考这么大的事儿，坐公交也不赶趟儿，如何送孩子去考试这件事儿困扰了王先生很多天。得有5-6天了，就一直寻思这玩意儿咋走怎么整，弄明白了。昨天电话打完就20多了，这袁队长一直跟我俩沟通，一直沟通。6:42，袁师傅把考生平安准时送达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整个全程59.2公里。下车时，王先生多次握手感谢。截止考生进考场前，袁师傅所在的车队一共有10辆车接送了考生。他说，只要自己开出租车一天，送考这件事儿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袁师傅21年的坚持让考生们感到温暖，同样也传达了社会正能量，为他点赞。也希望孩子们在金榜题名后能够继续接棒，传递正能量。那为了确保低保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孤儿应届中高考生顺利升学，长春市爱心圆梦和我心飞翔中高考助学项目于昨天正式启动。长春市正式启动2020年度中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将分别开展高考助学的爱心圆梦和中考助学的我心飞翔两个项目。爱心圆梦项目主要为长春市低保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及孤儿高考生提供助学金支持，额度分别为城区开发区考生每人10000元，顺阳区九台区考生每人6000元。我心飞翔项目主要为长春市低保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及孤儿中考生提供助学金支持，额度为城区开发区考生每人3000元，顺阳区九台区考生每人1000元。今年申请慈善助学金的流程更加方便，需要提醒考生的是，现场填写表格时必须要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以及录取通知书。低保家庭和孤儿考生在这个成绩发表之后拿着相关的手续到他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的这个事务大厅来报名，同时是建档立卡户但是没有低保的这部分孩子到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的慈善会报名。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年高考的变化。继2017年上海、浙江进行首次新高考后，今年北京、天津、山东、海南作为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也迎来了新高考。
和上海、浙江一样，北京、山东、天津、海南的新高考取消了文理分科，实行3+3的考试模式。每个考生除参加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的统一考试外，不再进行文综和理综的考试，而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科目中自主选择三门进行考试。这三门被称为选考科目。实际上在这一轮高考的之前，学生在高二阶段就进行了科目选择的这种倾向性的这种调整和表达，并且呢在学校的课程设计上围绕着孩子的选科进行教学的服务和教学的安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倡导孩子呢应该根据自己的学业水平，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选择学科。那么在今年的这种探索当中，我们已经看到很好的这方面的趋势。尊重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规律，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从今年首次参加新高考的这个学生选科来看，我们有70%的学生那么选择了文理兼容的这样的组合。对于这四个省份的考生来说，最直观的变化还有今年的考试时间从原来的2天延长至4天。在7号至8号参加完全国统一高考的科目语文、数学、外语的考试后，9号至10号他们还将进行高中学业水平三门选考科目的等级性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新高考模式下，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省份在志愿填报、高考录取上既有共性也略有差异。在志愿填报方面，今年北京、天津、海南都将采用院校专业组作为志愿填报和录取的基本单位，一所院校可设置一个或者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又可以包含多个专业。以北京为例，考生在本科普通批可以填报30个院校专业组的平行志愿。今年呢，在考试之后进行专业填报的时候，那么很大程度跟他选择哪个科目参加考试是有关联的。在此之前呢，各个高校各个专业都指定和提出了自己招收的时候那么学生那么要选考的专业。山东则采取专业类加学校的志愿填报模式，直接把专业作为录取基本单位。传统的原来学校加专业的志愿填报模式呢，很多同学呢这个选择了学校之后选专业，那么还要选服从调剂。如果说被这个学校这个投档进去之后啊，选中的专业录取不了的话，只能按服从调剂的方式被调剂到其他专业去。那么采取专业加学校的模式呢，就有利于同学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除了这些地方高考的新变化，因为疫情，今年的高考无论是备考还是考试的时间、考试的组织都和往年有所不同。但考生的努力和全社会对同学们的祝福都和往年没有任何的区别。时代在变，高考也在变，但莘莘学子对梦想的追求从未改变。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祝愿学生们在人生的考卷上精彩作答，既有激情去放飞梦想，也有兴致去仰望天空，用拼搏的青春给岁月留下无悔的印记。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七七事变爆发83周年。83年前的7月7号，卢沟桥的炮火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今年是七七事变83周年。昨天我省各地开展重温红色经典、传承抗战精神纪念活动。上午10时，百余名社会各界群众相聚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唱响国歌，激昂宣誓。讲解员带领观众参观铭记与传承向东北抗战英雄致敬主题展览，通过观看东北抗联将士、东北爱国志士抗战故事、传唱抗战歌曲三个篇章，了解抗联英雄的英勇事迹。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使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将来为祖国的科技文化做贡献。我们武警长春支队开展了大练兵，努力学习打仗本领。由讲解员组成的伪满皇宫博物院文博艺术团深入挖掘抗战英雄事迹，通过沉浸式的宣讲展演形式，把展板上的故事和英雄形象搬上舞台。
在我准备的过程中，我也是先后学习了杨靖宇他整个一生的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铭记这段历史。我们通过参观这样的展览，了解英雄故事，了解红色经典故事，也是向这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抗战英雄致敬。通化市开展纪念七七事变83周年爱国主义教育进社区活动，采取图片展示、历史讲解、电影放映等形式，重温历史岁月，传承抗联精神。如今我们能在和平岁月当中追逐梦想，正是因为当年有太多的先辈放下畏惧，不顾生死，为守护这片土地而战。七七事变虽然过去了83年，但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忘记，一定要珍视和平，警示未来。柳河县柳河镇胜利小学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为主题开展主题班队会。革命老区临江市今天也开展了七七事变83周年系列活动，社会各界人士来到临江市非公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聆听英烈故事，继承革命精神，矢志振兴中华。7月6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重磅发布了2019到2020年度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榜单，长春与上海、长沙、北京、青岛、昆明等10个城市入选。这项调查联合了国家统计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推出，由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个1级指标和21个2级指标构成。调查结果显示，长春的社会救助满意度位列全国第一，对城市形象、河水、空气质量满意度均位于36个大中城市中第二名。感到很幸福的人群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成为36岁至59岁熟龄群体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城市之一。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国四大园林城市之一，享有北国春城、汽车之城美誉的长春，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不断振兴，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长春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好。下面还是一个好消息，家住在长春市莲花山的市民有福了，通往莲花山的地铁正式开始动工了，以后大家从莲花山到东方广场只需6站就能到达。中建股份长春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大干120天，继2号线东延首桩仪式在2号线东延一工区竖井施工现场举行。2号线东延第一颗桩，就是说首桩仪式开始，就标志着我们这些四体系工程进入实际阶段。长春市城市轨道交通2号线东延工程是地铁2号线的东延深线，线路起自2号线1期工程终点站东方广场站，沿东吉林大路辐射，正线全长10.607公里，沿线共设6座地下车站，分别为东枢纽站、3道村西站、3道村东站、赵家港西站、赵家港站、赵家港东站。其中赵家港东站较为特殊，是2号线与空港线的换乘站，换乘形式为双岛4线同台换乘。这6座车站平均站间隔1.8公里，最大站间隔约2.6公里，最小站间距约1.3公里。线路设停车场1座，与空港线莲花山车辆段共址建设。莲花山停车场用地17.2公顷。项目建成后呢，不仅能有效缓解交通的拥堵，极大便利啊长春市民生活，对于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本工程下穿京哈高速后沿东吉林大路辐射，线路串联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3道区域、2道国际物流经济开发区、莲花山生态旅游度假区等重点功能区和居住区。记者日前从一汽丰田获悉，今年1至6月，一汽丰田销量突破35.1万台，市场份额达到4.6%，同比提升0.7%。刚刚过去的6月份，一汽丰田实现了8.2万台的新车销量，同比增长30%。全新 RAV4 荣放、卡罗拉销量均创6月历史新高。一汽丰田旗下产品始终保持高品质、高可靠性、高耐久性的特性，近年来在科技、配置、操控、安全等方面全面提升。
欢迎回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省内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今天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6度到30度之间，最低温为14度到19度。长春晴，最高温29度，最低温16度。全省天气逐渐转晴，气温也会随之上升，建议考生及家长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继续来看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7月6号0时至24时，全国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辽宁2例，上海2例，四川2例，内蒙古1例，广东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内蒙古1例，上海1例。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聚集性疫情发生之后，为了迅速发现控制传染源，阻断疫情传播，北京从6月12号开始对相关人群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目前已检人数超过1100万。6号下午，江苏淮安发生了一起重大暴力袭警案，2名警务人员牺牲。事发后，2名犯罪嫌疑人逃逸，通缉令随即在全网发布。6号傍晚，2名在逃嫌疑人均被抓获，抓捕现场视频曝光。根据网友拍摄的视频，抓捕过程中，2名嫌犯均持有武器，并不断向民警所在方向挥舞着菜刀。只听到3声枪响，其中1名嫌犯受伤倒地，接着2名嫌犯均被民警控制住。6号上午10点许，淮安当地公安机关发现一名网上通缉逃犯正在淮安市生态文旅区一居民小区内活动，安排警力前往核查。民警在核查过程中突然遇到通缉逃犯马红兵、马伟兵持刀行凶，造成1名民警和1名辅警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牺牲。案发后，警方迅速展开抓捕工作，并且发布关于征集犯罪嫌疑人线索的通告，终于在下午6时许在淮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汕头小区菜场附近发现犯罪嫌疑人马红兵、马伟兵行踪。民警迅速开展围捕工作，将2名犯罪嫌疑人堵截在路边一药房门口。据了解，兄弟俩嫌犯中的马红兵曾因犯盗窃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被执法机关多次打击处理，可谓劣迹斑斑。再来看另一起袭警事件，武汉市洪山区公安分局官方微博上周五发布通报，7月3号18点46分，洪山警方接到报警，雄楚大道某家居城附近有车辆鸣笛扰民，杨家湾警务站一名民警和一名辅警迅速到场处理。处警过程中，驾车男子突然加速，将辅警撞至路边花坛，又下车袭击民警。该男子甚至叫嚣称：“你开枪啊！”随后，民警依法开枪，将该男子左大腿击伤，并在增援民警配合下将其控制。经查，袭警男子为陈某，40岁，武汉本地人。目前受伤民警、辅警及嫌疑人陈某均已送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一瓶茅台酒的价格已然不菲，上千箱的茅台呢？最近，上海的一名司机就闯祸了，1000余箱茅台翻车了。警方一查，发现这翻车不简单。视频显示，7月3号中午，一辆厢式货车在路口掉头时，车厢侧门突然松动，1000余箱茅台酒从车内掉落下来，正好散落在十字路口中央位置。扑鼻而来的酒味儿，是不是想想就很上头呢？看到这一幕，驾驶员罗某现场就崩溃了，1箱10万，是的呀，我赔不起的。上海长宁交警支队事故审理科的民警们正巧也在该路口附近开展工作，于是事故审理科的民警与出警民警共同开展快速处置。只见有民警在路口指挥交通，有民警调来了2辆货车，更多的民警则加入到把茅台酒搬上临时货车的行列中来。1000余箱茅台，大家光搬就搬了半个小时。一千六百是一家。对，五百。没有一千六。你不五十，你后来加了下面半桶货。1600箱。8吨车，1500箱，1500箱，每箱7.4千克，乘以7.4，等于11.1吨。11.1吨，你这8吨车，11吨。计算错了。经初步审理，驾驶员罗某涉嫌超载。
驾驶厢式货车在路上掉头时，由于车厢侧门突然打开，导致车厢内千余箱茅台酒散落在地。目前驾驶员罗某的公司要求其赔偿人民币50万至60万元，事故也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这次的教训既惨痛又上头，开车要遵纪守法，安全驾驶比什么都重要。近日，黑龙江一名12岁的女孩遭遇了电信诈骗，1300元的压岁钱全部被骗走了。小女孩灵机一动，上演了一波反手操作，自称是银行客服，反套骗子信息，最后将这个诈骗组织一举倒获。这个好友呢，以自己过生日为由，称我要发放福利。福利呢，就是说，你先给我转账，假如说转账888，然后呢，我会给你返还福利。是8888。起初呢，小雪不相信，觉得是骗子。不过后来对方发来几张截图，让她动摇了。其中一张截图是什么呢？就证明我有这个经济实力。我微信零钱里有几万元钱，我可以发放这个就是所有搞的福利。第二呢，就是证明他发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活动我操作过，别人给我转过888，我也给其他人返还过8888。在对方的怂恿下，小雪分6笔转出了1300多元。没想到刚把钱转完，对方就把她拉黑了。这时候小雪醒悟自己被骗了，被骗后的小雪不甘心，决定把这笔钱要回来。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对方微信号码上面是一个手机号，便拨打过去。电话接通以后，小雪自称是银行客服，说对方的微信账号有异常。那能麻烦您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吗？因为我们可能会上网核查一下，然后您本人什么的一些信息。86242。对，我的微信是被别人租用的，不是我本人操作的。哦，不是您本人操作的是吗？对。麻烦您把他那微信号说一下吗？有电话号码，我报电话号码给你哦。能报电话号码，好的。我看一下198。40多分钟通话里面，小雪获得了多条线索，并第一时间提供给了警方。根据线索，警方锁定了9名嫌疑人，并将他们成功抓获。经查，该团伙作案20多起，涉案金额3万多元。在这儿呢，我们对这位小女生的机智操作点赞。国际方面，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的13:33，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293万8625例，死亡病例为130306例。面对持续反弹的疫情数据，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福奇6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疫情状况真的不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号援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报道称，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有超过半数，多达32个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较此前一周有所增加。报道还指出，作为当前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佛罗里达州在新冠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上漏洞百出。采访发现，仅有不到20%的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感染者接到了卫生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对他们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调查和统计。为遏制新冠病毒传播，除了近期关闭海滩等措施之外，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6号推出新规，要求辖区内34个城市的餐饮业立即停止室内用餐服务，并叫停所有室内的宴会、聚餐、派对、娱乐等服务行业，同时关闭所有健身房。对于政府此前匆忙宣布重启经济，在遭遇疫情反弹后又临时按下暂停键的做法，当地餐饮业的从业人员表达了不满。If that's gonna help to stop spreading a virus, then they should close it. But I think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virus. 六号推出防疫新规的还有芝加哥市。根据新规，来自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等15个疫情反弹的州的游客，必须先自我隔离14天，确认无感染后，才可以在芝加哥市自由行动。违反隔离令者将面临每天最高500美元（约合人民币3500元）的罚款。突然颁布新规，令刚刚抵达芝加哥的外地访客无所适从。Had I known it was a quarantine, especially not allowing me to do anything for 14 days,
then no, I wouldn't have gone, because see, I have to go to work. 疫情反弹加剧，美国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安东尼·福奇六号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的疫情现状真的不好。他呼吁政府立即认真应对疫情。The current state is really not good. We went up, never came down to baseline, and now is surging back up. So it's a serious situation that we have to address immediately.美国纽约州州长科莫在六号的疫情发布会上再次抨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轻视疫情，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称这样做等同于当了病毒的帮凶。科莫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特朗普一直在否认疫情的严重性，发表了诸如新冠肺炎跟流感一样，新冠病毒将奇迹般消失，99%的新冠肺炎病例完全无害等毫无科学根据的言论。然而，一些美国民众却对此深信不疑，导致美国疫情迅速蔓延。His denial of the problem and his making statements like that, 99.9%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Okay, then there's no issue. What he's saying to the American people is there's no problem. And then they don't wear a mask and they don't socially distance and they don't take any precautionary behavior and then the virus goes like this. He is facilitating the virus. He is enabling the virus by statements like that. And you're seeing the infection rate go up, and you're seeing the economy suffer, and he is part of that current debacle that we are in.科莫说，纽约州通过自身实践了解到，只有测试、追踪、隔离、分阶段开放、保持社交距离及佩戴口罩，才能有效地控制病毒传播，减缓疫情蔓延。他再次呼吁特朗普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严重性，以身作则，佩戴口罩。How did this become a political statement? This is common sense. And let the president start.By sending that signal, very simply, just wear the mask. I've been asking him to do it for weeks. Just wear the mask and sa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is is real, and it's a problem, and we have to do our part.纽约州曾是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自4月15号，纽约州开始强制要求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后，新冠病毒感染率骤降，纽约州的检测量也居全美首位。舆论普遍认为，目前纽约州是全美少数仍可以重启经济的区域之一。现在美国有22个地方政府强制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疫情重灾区之一的德克萨斯州从上周五开始要求州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多于20例的县的居民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否则将处以罚款。但是仍然有一些州的民众表示不想戴口罩。美国独立日当天，强制佩戴口罩令已经生效，但在德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举行的一场室内斗牛表演中，现场观众却很少有人戴口罩。And I feel like I should be able to do what I want to. I pay my taxes. I live free. I want to be free.当记者在休斯敦街头采访时，还被坚决不戴口罩的当地居民反问。疫情如此严峻，可一些德州民众就是不愿遵守州政府的命令，这让当地卫生防疫专家很头疼。It's way out of control, and our response is also not in an organized fashion enough to get it in control.当地时间6号，美国影星汤姆·汉克斯在出席新片发布活动时，批评了在公共场所不佩戴口罩的行为。此前，汤姆·汉克斯夫妇今年3月在澳大利亚拍摄电影时曾感染新冠肺炎，在当地住院治疗后康复。作为最早被爆出感染新冠肺炎的知名演员，汤姆·汉克斯的患病经历给当时对疫情毫不在意的美国普通民众提了个醒。近期，美国疫情反弹加剧，汤姆·汉克斯再度呼吁大家遵守各种防疫规定。I mean, when you drive a car, you got to obey speed limits. You got to use your turn signal. You got to avoid hitting pedestrians. If you can't do those three things,
then I get it. You shouldn't be driving a car. If you can't wear a mask and wash your hands and social distance, I don't understand. I got no respect for you, man. I don't buy your argument.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佐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同时启动1000名国民警卫队维护治安。肯普称，该州亚特兰大市连续数周暴力犯罪频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假期，当地有超过30人中枪，5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一名8岁的女童。今年5月25号，非洲一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此后，亚特兰大市连续出现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随后在6月，亚特兰大市当地又发生白人警察枪杀非洲一男子布鲁克斯的事件，引发新一轮抗议。抗议期间有冲突和枪击事件发生。在这个美国独立日周末假期，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打死一名男子，现场画面被目击者拍下，在当地引发新的抗议。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一辆停在菲尼克斯市马里维尔街区民宅前的轿车被4名警察包围。现场视频显示，其中至少2名警察拔枪对准车内，其中一名警察对着车内男子大喊，并威胁要开枪，附近有路人大声劝阻。不过警察最终还是当场开了枪。菲尼克斯警察局声明称，车内男子被送往医院后宣告死亡，并确认该名男子叫詹姆斯·波特·加西亚，28岁。警方在声明中说，警方是在接到一起严重攻击事件的报警后赶到现场的。据警方发言人称，警察在开枪前与加西亚交谈了大约10分钟，在被击毙之前，加西亚还让警察朝他开枪，并举枪指向警察。不过加西亚的朋友告诉当地媒体称，加西亚当时没有携带武器。目前警方公布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的是枪击后警方从车中拿出手枪的画面，而开枪打死加西亚的警察的执法记录仪还没有公布。在全美多地抗议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声浪持续之际，这一事件在当地掀起新的抗议。当地时间5号晚，抗议者走上街头，要求警方公布执法记录仪视频。部分抗议者来到事发的马里维尔当地的警察局前游行。海量资讯精心梳理，热点新闻理性分析，重大事件深度解读，实用信息贴心送达。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再来关注天气，省内各地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一颗血案错综迷局17年，全程通缉徐飞。一段情感生死纠葛2代人，我知道我是杀人犯的儿子。李幼斌、李小冉、张丰毅、徐丽戏骨联袂奉献，每晚7点半，依法之名。长春晴，29到16。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